今天又嫁。传统戏曲表演演的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故事，而是第一个我们就是护身，再来就是减速，再来就是要做环保，爱护地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一个戏曲来引渡大家能够共同修行。我从小就非常关注环保的议题，我们家也是特别的节能减碳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有机会参加这样的义演，参加这样的演出来推广这样的价值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宣导茹素与环保，土城慈济志工深入社区举办一起书醒减速救地球活动，里长大力相挺。这一次要借用我们歌仔戏啊的这个叫做来公演以后呢，来借这个机会来宣导这个我们环保的观念。这个观念呢，要越多人知道，不但要知道有这个正确的观念以外呢，还要去执行。拯救地球才有实际的效果。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啊，提倡素食啊，减速做环保，现在慢慢也都在吃素了。顺应因缘，书醒的念头不只要留存在心中，更要推广出去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萧静文、葛兆发台北报道。